我黄衫红帽咧就尾衫内栏啦，响个外边粉红衫咧咁啊，仲有极速之姿，好抢口啊！暂时殿后仍然系嗰只聪明导弹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咯，前面似乎都唔会好快嘅个段速啊！呢只银黄轻标仲系占先嘅，年年行运啊，拍住佢啦。第三位埋边啊，鹿鼎记出边，第四隐形翅膀外边，第五一定美丽啊！最出黄帽嗰只咧就发财大师啊！最后三百零米，银黄轻标仲系占先啊！见到外边发财大师上紧嚟，中间位置。仲有劲速威龙一定美丽同埋隐形翅膀啊！最后百零米外边发财大师一涌上嚟就有噶啦，中间一定美丽骑上嚟拍住佢斗紧，埋边位置仲有银黄轻标接近终点，外边发财大师中间一定美丽噏上噏落啊！灰马银黄轻标第三、第四名系隐形翅膀啊！结果今场赛事外边冚上嚟发财大师，中间一定美丽两匹马噏上噏落，睇个势外边发财大师好似劲啲。